同志们好，鸡公碗好吃，硬是安逸，硬是安逸，又没得骨头，哎呀，这不说牙齿落啊，三颗，这落颗，这落颗，这落颗，这不很咬，硬是没得骨头的，很安逸，哎呀，耶，老汉儿，有人弄啥子好吃的哟？弄鸡公碗。这个东西我最讨厌吃了，你还要闻一下？嗯，那红烧鸡冠碗儿，烧鸡冠碗儿，把香料整起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，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吃啊，什么鸡冠啊、鸡头啊，我都不喜欢吃。我老爸的刀工是他的硬伤啊。酸生姜、酸海椒弄起，哎耶，吃起。这个违纪烧饭你好。啥嘛你？闻着还可以，有一股二荆条的味道，好不好？敢尝一下就晓得。好吃。嗯，这次好吃，飞熊。鸡冠碗是个好菜，但是我一想的是鸡冠，我都有点咽不下去。虽然说味道还可以。吃着很脆，而且味道还可以，只不过是这个部位不太行。驼家螺，嗯。